两大方向带您了解传统热转印与数码转印的差别。转印技术是今日大家广泛应用的印刷技术，然而在选定转印方式前，大家都希望能进行多方比较。今天易生针对两大方向来说明传统热转印与数码转印的差别，帮助您更了解两者的差异，选择更适合您需求的机台。一、印刷方式。传统热转印属于油版印刷，需先将预转印图案制作出模板。数码热转印属于无版印刷，无需先制作模板，直接印制在产品上，适用于少量印制的客制族群。二、印刷品质。传统热转印对于转印颜色色差较大，无法完整呈现转印图之色彩。数码热转印仍有色差，但只要挑选品质较佳的墨水就可以解决色差问题。透过以上两点，可以替您在选择印制前做出初步的判断。若您属于小型创业，印制客制商品为主，数码热转印是您的好选择，既可省下制版的时间与放置空间，也能拥有良好的印制品质哦。若您想更进一步了解机台款式，欢迎您与易生进行联络。易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易生免费服务专线0800520005。